皮，等一下这个你要拿给妈咪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把皮放在这里哈。等一下妈咪来的时候你要拿给妈咪哦，可以吗？妈咪跟你说你要拿礼物哦，你就要来拿这个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小皮，可不可以？好啦，我就当你知道了哈。你要记得来拿，这个是礼物吧？比如说礼物的时候，你就要记得来拿。塔塔，对，塔塔。那爸比等一下说礼物的时候，你就要来拿礼物给妈咪，知不知道？小皮知道吗？记得哦。你到底会不会记得呢？小皮，陈硕，硕硕，妈咪的礼物在哪里？你跟我讲，你可以拿给我一下吗？妈咪的礼物在哪里？不是，我们要找妈咪的礼物，妈咪的礼物在哪里？妈咪刚。是这个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拿给我一下，我看看，拿给我看。妈咪的礼物是哪一个？拿给我看一下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是刚刚那一个？在哪里？啊？看来你还没有办法执行这个任务哦。小皮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要给谁的？妈妈。对，那你等一下要记得哦，哈，好吗？感觉有进步哦。好好好，那等一下要记得哈。那个要给妈咪的东西呢，在哪里？去拿，你去拿一下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你记得不是礼物啊？你记得礼物吗？在哪里？礼物吗？要给妈咪的，你记得吗？你去拿一下，去找一下。你记得吗？你去拿给妈咪，快点。什么礼物？快点。是什么？什么礼物？贝贝啊。是在哪里？你记得吗？你想一下在哪里，然后你去拿一下。妹妹，你去拿给妈咪。妹妹。不是妹妹，礼物啊，在哪里？妹妹。不是，快点快点，你记得吗？九皮，快点去拿给妈咪啊。我都不记得。九皮。快点快点，哪一个在哪里？你记得吗？是在那里吗？你放在哪里？什么不滴？你放在哪里？你放我们刚刚不滴。对，可是后来你有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想一下。对，你很聪明，刚刚第一时间是放在这里的，没错。但第二次呢？爸爸不是有跟你讲吗？快点快点，你想一下，在哪里？是在有音乐的地方吗？有音乐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哪里有音乐？哪里会有音乐？哪里有音乐？哪里会有音乐？你想看看？带妈妈去。快点快点。东西呢？你要给妈妈的。是这里吗？是吗？你想起来了吗？快点快点。你要给妈咪的东西在哪里？好，我帮你开灯，你去找，去找一下，快点。你去找啊，快点。好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走。我陪你，在哪里？快点。不是在那里吧？哪里啊？是吗？给妈妈什么？是给妈咪的东西，在哪里？快点。有礼物吗？你快点，快点，在哪里？有什么？小皮在哪里？是在哪里？袋子吗？是在哪里？我们刚刚在玩什么？小皮，刚刚在玩什么啊？你记得刚刚在玩什么吗？不是在那里吧？快点快点！在哪里？不是啊，你在里面吗？是吗？哪一年的事啊？给你们时间。快点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彩排一次，再重新彩排一次。好，兄弟小皮，你先喝点，你先喝点，快。在哪里？
是吗？秋明，那是要给我的吗？那你没给妈咪亲一个？没给妈咪亲一个？你达成任务了，虽然你忘记了。你有爱妈咪吗？嗯，有吗？你有爱妈咪吗？谁漂亮？谁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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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？不知道。谁最漂亮？是谁最漂亮？志明，谢谢。你跟妈咪说什么？不客气。志明。对，不客气。你跟妈咪说不客气。好啦，你要睡狗了，我们要去睡狗狗了。鸡派一个，下脚了，耶！耶！谢谢 Bobby。啊，抱一个 Bobby 跟妈咪抱一个，耶！啊，什么 ？Bobby 跟妈咪不能抱抱吗？抱一下嘛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啊。嗯，抱抱。要，那你去睡觉。你要去睡哥哥吗？好，拜拜。那你给爸爸抱抱，这边给爸爸抱抱，给爸爸抱抱。抱一个。你给妈妈抱抱。妈妈抱抱。那你自己去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爸爸。嗯，达成任务了，给你饭。妈咪握手，来握手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只想拜拜啊？你说咔，咔，咔，好球，球皮好球，好球。